这四个都到齐了，虽然不会了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，岂能错过？ 难怪你要帮轩辕家，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利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、学宫、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，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给我开天门！ 加上李前辈借了一件，君越一剑，加上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一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淳罡，加上邓太娥建议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